和我一起来见证今天这场精彩的足球比赛，我是今天的解说员王涛，和我一起搭档为大家解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东老师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比赛的双方是苏格兰女足和中国女足。小组赛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，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，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。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。这个拦截非常精准啊，及时阻止了对手的进攻，还在寻找防守空当啊。王珊珊虽然做出了解围，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，危机依然还在。尝试了一脚远射，偏出了球门。机会好的话打远射，哎呀，其实无可厚非。对的，双方交换了球权，对手现在拿球，这脚球看起来很有威胁，射得漂亮，扑得也很精彩。角球给到了禁区中间，角球被解围出去，还是一个角球。把球敲给了对手，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。对方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已经攻破了对手的球门。领先以后，他们后面的比赛只会更加的如鱼得水，不停的传，不停的跑，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传跑当中出现了。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，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，娄佳慧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，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。这球能进吗？球又进了，他们以失了不进二到零之势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，转眼领先两个球了。我们可以再次欣赏一下这个进球，看看他的触球发力干脆利落，门将毫无机会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拉纳克兰兰稍微偏了一点，队友拿不到啊，接外球。张鑫，王珊珊，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，能扳回一个来吗？球进了，他们成功扳回一球。这是完美的关云长式的单击闯关啊，突的精彩，射得更漂亮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，传球失误，直接给对手了。张鑫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球直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，被挡了出来。张睿，他们成功的把球送进了球门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还真是，两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，他们扭转局势，扳平了比分呢。哦，这叫射门势大力沉，门将一定很难忘记这个球。
落后数球依然没有放弃，追平了比分。现在他们还在继续进攻。哈里森，球在他脚下，放心。啊，已经来到前场了，能创造出机会吗？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，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啊，形势瞬息万变。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！这球有了，球被断了。这个球如果能过去，就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。其实边路有空当啊，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球来到了张睿脚下，传给了王珊珊，绝佳的机会，球进了，这里进球让他们完成了反超。哎，你看他拿到球，很轻松绕过了防守，起脚打门，皮球也就应声入网了。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-2。漂亮的 Tiki Taka，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。脚法很好啊。只是偏出了一点点，如果射门脚法上啊能够运用的再合理一些，那很有可能是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粒进球啊。只能说幸运女神刚刚可能请假了。他觉得时机未到，还不着急。没进，门将阻止了他破门得分，还是没能再一次攻破守门员的十指关。开出的角球飞向了禁区，这个头球啊还是过不了他的十指关。我都以为这球要进了，看来还是低估了这位门将。不是很有威胁。他带球狂奔800余里啊，轻易甩开了防守队员。哎，他队友啊帮他解围了，有机会展开反击。看到了防线的漏洞，这个球掉到了禁区里，但是落点已经被防守队员给卡住了，最后没有能够形成对球门的威胁。还要补时1分钟，全场比赛才会结束。漂亮，把球控在了界内。这个哨声意味着上半场比赛结束了。比赛继续进行，中国女足带着领先的优势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。横传将球打到了禁区内，球丢了，现在到对手脚下了。尽管比分落后，他们也并不着急，这是存心打咱们解说的脸啊。对手拿到了球权，拉纳克兰兰，哈里森尝试用过顶球绕过防线，哇，球打中了横梁弹了回来。哨响了，裁判示意这球越位，有队员要替补出场了。张鑫，哎，他好像找到了防守的空当。好的，球进了，他们现在踢得很舒服了。
已被领先两个球了。单枪匹马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，整个过程太精彩了。哎，干净利落，简直不可阻挡了。嗯，目前的比分是4-2。哈里森单枪匹马直奔球门，被对方抢到了第一点。王霜控球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，对手通过组织好不容易才找到漏洞进入禁区，但是这次禁区内的抢断直接把对手的这个警报解除了。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，防线这次表现不错，化解了危机，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，好位置啊。这球有了吗？门将说没有，他们对阵容做出了调整啊。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，解围效果不好啊。哇、哦、这球要是进了就太漂亮了，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起脚啊，运气还是差了点啊，稍稍偏出了球门。是艾琳卡斯伯特传球出现了失误，对方获得球权，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，传中找队友，把球是拖出了横梁啊，边裁举旗了，角球，看来正想办法找禁区中的队友啊，这是传球失误了吗？很轻松的扑救，拉纳克兰兰，丽萨·埃文斯，维尔拿球，还在持续压迫对方的防守，禁区里抢断成功，已经很近了，球进了，梅开二度。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这次精彩的二国一配合，最后还秀了一下脚法，推射将球打进。两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进攻大战。娄佳慧，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，一切都很好啊，可惜就可惜在啊，把球交给对手了。克莱尔·埃伯斯利，尼克拉·多切蒂带球直奔对方球门而去，感觉有了，这么近的距离啊，其实完全没必要射得这么大力嘛，这很容易踢飞啊。如果要是能更冷静一些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更好的射门角度。嗯，这个球确实他处理的有欠妥当。嗯，这是一次前场断球，他们的高位逼抢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。绝佳的反击机会，反击的机会被对手断球了，一次成功的打身后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如果这球打进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帮助球队锁定胜局了。他们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踢得可是显得有点松懈啊，因此在出现机会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精力不够集中啊。确实，王霜现在是娄佳慧拿球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门将做出了扑救，防守队员抢先出脚将球破坏掉，这样他们门前的警报也解除了。比赛看他的个人能力了，一次没有必要的失误啊，球直接到了对手脚下。王霜
王霜这脚球传得非常不错，总该进球了吧？幸亏干预的及时啊，这球才没进。有球员要上场了，角球落点在禁区中间，头球这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，不理想，效果不理想。嗯，球又被他们拿走了。娄佳慧，王霜，球权又拿回来了。王霜，比赛结束了。